大家好，我是叫 Facebook 的 FGO 手游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介绍公告里面的东西。那上次我跟他讲查查的一个取得方法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我今天自己应该要把剩下的东西都讲了。对，我应该会介绍一些角色吧。这个到11月16，主要就是唠唠叨叨本人是复刻精良版。来看一下呗。这边活动的介绍。那主要就是说呢，挑战这个活动你可以得到本人是点数，那活动你可以得到所谓的织田信长。多少时间内的这个你可以得到这个点数哦，然后可以有一个跟专利哦。哦，反正就是可以取得织田信长。那这边跟大家分享它的攻略哦，大家参考一下。哦，对象的重置。哦，这边有它的一个攻略哦。哦，这只就是织田信长。所以这个活动呢，跟大家讲织田信长的一个取得攻略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因为这个活动现在是在活动期间内啊。所以呢，今天就给大家看一下织田信长的样子。哦，这只就是 Fate Grand Order 的一个织田信长。哦，其实非常帅。好，那取法就这样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赶快来挑战我们的下一关。我的，玛丽安东尼。原来 ATK 很高，3000多 ATK。哎，原来下面有10000多的，拷贝不是跟你说按照 ATK 了吗？就他也是推荐一堆废物给我。好帅哦！就是哇哦，Oh my god！好美哦！太美了吧！我说我们今天用的就是直木桶子，然后这期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手机游戏哦。照明是，像你有素材的话，就可以很快练到100等。哎，等一下啦，我怎么我还在那边狮子啊？我忘记把狮子掏下去了哦。你说都什么年代，我们还在狮子？工具把它换下来了哦。尽管不知道这是 BOSS，他没有写哦，是 BOSS 关了，那我们靠芝麻童子就好了。芝麻童子你有大绝吗？可是他技能就有三个。
好了，就报这个学完，一个电话就到，拜拜。